各位弟兄姊妹好，好欣賞大家啦，就係最後一個禮拜啊，連續三次，咁我頭先同阿 Benson， 我都係叫慣佢 Benson 啦，即係何志斌博士咁樣咧，就講開，哇，好犀利喎！大家都，我諗翻第一日、第一個禮拜同第三個禮拜咧，應該都差唔多，都有八九成都喺度。咁我諗下咧，如果大家有經驗咧，教主日學你就明㗎啦。通常到學期尾最後嗰日咧，即係如果仲有50% 或以上咧，就咧個導師都有翻咁上下㗎啦。咁我發覺今次唔同啦，今次就係咧你哋係好有心去追求嚇。咁啊，我哋點講都唔緊要嚇。咁我覺得咧喺當中咧，即係大家都係好認真嚟到學習。咁同埋今次咧，我同阿 Benson 都傾開偈啦。我同阿李牧師都咁講，就講開咧，其實今次教咧，即係同大家分享冇話教啦啊嘅時候咧，我覺得咧好有鼓舞啊！就我相信大家係咪俾啲少反應我嘛？就係、是、咧，我想問大家係咪都會諗住用呢套翻到去堂會裏邊嚟到帶人查經嘅？係嘅，舉舉手好嘛？啊，好感謝主啊！我覺得呢個都好緊要啊！我相信都係環球聖經公會裏邊咧個用意啊！我相信就係唔好話即係上完揸一本書，跟住擠咗個書櫃，咁啊擠埋咗，咁有時候咧就當已經係咁，我覺得咧。就能夠可以再拎出嚟嚟到去用咧，我覺得呢個咧係更加之寶貴。事實上我都越嚟越去體會咧，而家就係咧，即係喺教會裏邊咧，心靈健康咧，真係係一個咧係好迫切嘅課題嚟嘅。即係教會裏邊係好多即係心靈有好多問題嘅，即係情緒啊、心靈啊各方面咧係好多問題啊，我哋需要更加多去嚟到去關注。去正視，咁我覺得都係嘅。有時候即係教會裏邊即係啲人好多嘅不滿啊等等嘅時候咧，其實有時候我哋都唔係話怕去面對佢哋，但係有時心底裏面諗就係、是，其實佢自己都有好多問題。其實咧，以至到睇事物亦都有更多嘅問題。有陣時咁嘅情況，如果能夠真係透過查經能夠讓弟兄姊妹嘅真係喺聖經裏邊咧，心靈裏邊得到醫治，得到啲幫助。咁當然啦，我都強調就係、是、即係唔係查一課就一定得嘅。但係我覺得咧，好多嘢都係。日積月累咧，對我哋嘅心靈健康係有幫助、有建立咧。咁我覺得呢個都好緊要嘅。好，我講咁多嘢咧，就仍然咧就係要，仲要係去等候咧，仲有兩位未舉手嘅位。講到今晚啊，咁啊仲爭兩位，咁又唔知點算啦。今日即係頭先我同阿 Benson 講話，咦？咁我 part 完咗啦，冇人唔夠人，唔使示範，交俾佢啊嘛。咁唔係幾好。嗱，不如咁樣啦，我先咧試其中開頭嘅時候咧，我發覺咧，因為我又唔想今日我哋先係有查經一個示範，然之後咧，最後阿 Benson 咧就會有即係將十課咧嚇，或者喺當中有一個 round up 一個嘅總結啊，十課裏邊一個重點嚟到 point out 嚇，咁樣。但我又唔想咧用一開始時候就即係大概一個鐘頭到，咁就純粹係得六個即係計埋我七個，咁啊七個傻佬喺度帶，咁你哋坐咗喺度瞓覺噶。啊，唔係佢哋唔係傻佬嚟，係我係咋啊，其中係一個咋，跟住咁，所以我又想咧。今天我就覺得有少少，去到經文查考的時候咧，先至喺度，因為經文查考就真係好需要深入啦，即係我有啲 interaction 咧，咁同埋就算俾大家去討論啊咁樣，傳麥都容易啲。咁但係有啲熱身嘅遊戲問題咧，咁我覺得我哋不如一齊嚟到做好嘛。我鼓勵大家咧，即係主內一家啦，弟兄姊妹咧，即係你能夠大聲啲，可以有啲回應都係好。因為有時我哋都預設一啲嘅問題，到底啲組員有咩嘅？回應咧，咁大家集思廣益咧，俾大家都知道一下咧，咁可能都有幫助嘅，好嘛？好，我哋落去下一張，我哋嚟到睇睇啊。好啦，咁我仍然都再強調啦，今日一間會講第九課啊，講到嗰個真力量啊，咁點樣 burn out 呢樣嘢嘅情況？咁但係都仍然都係好強調咧，都係用翻呢一幅圖啦，神問神人物我啊四個嘅範疇，咁一間我哋都會有再討論到啦。好，我哋再落去好嗎？OK 嚇，即係今日就第九課啦，就講到耗盡啊，咁啊，不過都係如果大家即係呢一課咧，我估要提一提咧，就係、是、有時候咧，我哋好容易咧係好攰，但咧就不一定係耗盡啊，有時唔好太過即係將自己嗰種嘅狀況咧講到咁恐怖啊，即係如果唔係咧，有時太過負面越講咧，你唔係耗盡講下你都係噶啦，係嘛？咁有時我哋係有啲 tired 嘅啫，有啲疲累啊咁樣情況。咁所以咧呢、這個都大家都要留意。咁同埋咧，我哋係點樣能夠咧去透過課堂即係查考裏邊咧，我哋大家互相勉勵咧嚟到去再一次去倚靠神嚟到重新去得力。OK 好，咁我哋落去啦，好嘛？嗱，先一啲專題文章我想問大家係咪已經睇咗噶？睇咗俾啲反應我。係非常好啊！謝謝你哋嚇，睇咗啦。咁我變咗就唔使俾時間啦，係嘛？咁啊慳翻少少啦嚇。咁啊就好，我哋一間可以一齊有啲嘅討論。好，再下一張。好啦，一啲熱身嘅討論嚇。咁就
到底即係點解咁多人咧？今時今日都係噶啦，都係以忙碌嚟到肯定自己存在嘅價值同埋重要啊！你認唔認同呢個現象咧？咁樣嚇，咁啊啊，即係第一個問題啊，大家可唔可以啊？即係可以大聲啲講到出嚟都得噶啦嚇。即係我相信個個都係嘅。坦白講句，如果在座嘅嗱、啊，即係舉例啦嚇、啊，你去諗下咧，當有人冇工作嘅時候咧，啊，其實你有時唔好羨慕佢，你又好啦，唔使做嚇。啊但你千祈唔好咁樣講啊！你即係攞警定振興噶啦嚇，即係對一啲冇工作嘅人，你長期冇嘢做咧，佢都內傷嘅，佢唔耗盡，佢都內傷嘅，其實都係係嘛，即係咁嘅情況。咁但係而家就係咁啦，我哋好多時都好想有工作嚟到肯定自己，點解咧嚇？大家覺得係咩原因啊？啊，不如咁樣啦，同埋你認同呢個現象咩？或者咩係耗盡啊？我哋耗盡會啲咩表現？大家會有冇人可以一齊討論？好似困難啲啊，係嘛？不如同兩三個好嘛？不如就兩三個啦，好嘛？隔離兩三個，俾少時間大家討論一下先。一間我都問下大家喎，俾翻少 feedback 我好嘛 ？OK， 先有啲熱身嘅問題先。OK， 嗱，大家留心聽。你依家覺得隔離嗰個講得好嘅時候咧，你就講翻隔離嗰個有咩好嘅見地得噶啦。出賣佢都得噶啦，唔緊要啊。OK。有咩高見啊？大家交流一下，因為我都想聽一下嚇，好嗎？唔好意思，我哋講得比較慢咧，我哋其實喺度講緊第一嗰題。冇問題，冇問題。咁咧就我哋組員啦，都因為有個工傷啦，咁佢早輪咧就休息咗、哦，休息緊嘅時間咧，佢就好多嘢都做唔到啊！佢係認同嘅，佢認同就話：哎呀，咁即係有嘢做唔到嘅時間咧，佢覺得好似自己好似好冇用。係。咁另外一位組員咧，就係、是、以前咧就係、是、工作好忙碌噶，咁但系咧佢最近咧就係、是、離開咗嗰個工作嘅崗位咧，咁佢依家咧就可以好得閒咧就可以上自己喜歡嘅 course 啊咁樣，咁佢又好享受，嚇、好享受咯。咁我自己咧就會睇就話忙碌唔一定係工作咯，係你搞到自己出出咁變咗做，冇錯，咁嚟肯定自己嘅價值咧，我係唔認同咯。是追問多少少啊？咁係點解咁多人都會係咁樣咧？你覺得係咩原因？因為佢冇揾到佢自己核心嗰、那個嗰樣嘢。OK， 好、哦，冇錯，答到嚇。好，其他咧，咁啊後邊有冇啲組可以俾啲 feedback 啊？啊，點解啲人都係以忙碌嚟到肯定自己嘅咧？嚇、啊、同埋認唔認同呢種現象咧？嚇、啊、係咪有人？你舉手得噶啦，個麥會飛過嚟噶啦。啊！嗰度嗰邊個弟兄，唔該。其實好認同咧，即係忙碌嘅意思就唔係好多工作咁解嘅。係，冇錯，冇錯。咁但係咧，其實好多時候一個人佢如果做完一樣工作，咪唔識欣賞佢自己做咗嘅嘢，咁咧佢就會重複咁樣去揾多幾樣嘅工作咧，去肯定自己，即係唔係用個工作嘅。他用了工作的量來肯定自己，而不是用了工作的質來肯定自己的，很多時候有人這樣，所以如果用量來肯定自己，那肯定就會很快耗盡，因為他越做越多，要不斷那次就做下去，就是那個量不斷地加大，是啊，而不是那個質 去做好它。明白，剛才我都跟葉姊妹說一件事，就是找不到核心那個價值，所以他不斷呢、就是、在當中呢要做很多事來到去呢肯定自己這樣。那 我自己的 feedback 呢，其實呢我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不知不覺我很簡單，就是四個字，這個是一個社會風氣來的、啊、這個是一個潮流來的，這個風氣來的，而我們是不知不覺始終都接受了這種觀念，有時你察覺到就可以抗衡下，但不察覺的時候呢，我們都在這個潮流裡面被他帶著來走、啊、這樣的情況。那我相信一件事呢，就是你認不認同這種現象呢？我相信如果我們大家都是、就是、教會弟兄姊妹呢，就是絕對不認同的，是吧？但是我們也都會受這種風氣去影響、啊、不認同一件事，但我們都受這種影響的，坦白那句，是吧？就算在教會裡面都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呢？有時跟人說的時候呢，即係可能不自覺，有時都係㗎，會講出嚟啊！我喺教會裏邊有咩侍奉崗位，有咩侍奉崗位，有咩侍奉，有時就會咁講出嚟嘅時候咧，有時唔係有意嘅，但係都覺得啊，即係總之我都喺教會都做好多嘢啊，有時都會有咁樣嘅情況，係嘛？
即係先表示覺得自己縮零啲啊，即係會有咁嘅情況啊。咁其實可能都一樣嘅，會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嚇。好，第一條啊，咁我估即係大家少 feedback 啦。好啦，咩叫耗盡咧？我哋耗盡嘅時候會有啲咩嘅特徵咧？嚇，有冇討論過？有冇？有嚇，可唔可以嚇咩？大家覺得咩耗盡咧？好啦，呢個得。我諗耗盡咧係好似等於個身體咧。即係已經做到好殘啦，咁就身心靈都好疲乏啊。咁啊，啲個耗盡嘅個特徵係點咧？即係都係你個即係冇能力去冇 motive 去做嘢啦。即係比如個人都散曬啦，好似人都散曬、啊。即係再冇動力去再去做嘢啦，已經係。係。咁所以咧就成日其實聖經教導我哋咧就即係我哋要休息啊。即係有個時間，譬如神造六合天地咧，第七日都休息啦嚇。咁、我啲要學習一樣嘢啫。即係到咗某個忙碌嘅時間咧，就嗰、個橡筋拉到行嗰陣時咧，要揾時間咧去放鬆佢，等佢咧就冇即係可以回翻可以，即係 rebound 可以嚇。如果唔係咧，就會一扯咧扯到行啊，會斷啊。係，好唔該曬。大家有冇補充啊？或者有啲弟兄姊妹可以舉手，可以再都好好啊。頭先弟兄講得七七八八啦。我哋再講埋嗰二三三就差唔多啦，係嘛？有冇咧嚇？咁啊，頭先個弟兄好好啊，講話嗰陣時金句啊。咁我岔開講多少少啦，係嘛？我哋成日都會用啊嚇。你哋要休息，要知道你係神嚇。即係你要知道即係我是神啊咁樣嗰個情況。咁啊，我曾經收過一張書籤啊，有個青年人送俾我嘅。佢話牧師啊，你要休息，你要知道你係人，不是神。咁啊，好有意思咁樣，都係啊，時就唔識休息係嘛，耗盡嚇。好，我哋或者睇睇好嘛啊，即係咩耗盡咧？呢度咁講係一個心理學嘅名詞嚟噶嚇，喺你哋嘅組長本有噶啦，所以大家唔使抄嘅組長本裏。即係組員本就冇，組長本就有㗎啦個答案嚇。咁但係通常咧，反而係咩？越有責任感、越有負擔嘅人咧，先至會有呢種耗盡嘅可能啊。因為樣嘢都要做啊嘛嚇，即係有咁嘅情況嚇。咁個特徵就咩咧？心心靈都消耗盡啦。好似頭先弟兄講啦，緊張同埋忙碌、無助、無望啊，情感啊過分反應嚇，又或者情感遲鈍啊。有時候咧一講佢就好多嘢做就喊曬出嚟啊！有時有啲人咁樣啊，有時候咧就無表情啊咁嘅情況啊，能力又減退啊，做極都好減退啦。即係推動能力理想又減退啦，即係好負面啦，負面嘅自我形象，對相關人同事同埋生活咧都有負面嘅態度啊，有可能咧甚至乎咧會有焦慮症啦、抽離感同埋抑鬱症咁樣啊。喺你嘅組長本裏邊有啊嚇，咁大家嚟到温一温嘅啫。好啦，嗱，同大家做一個檢視啊，咁我呢個就冇啦，下一張 PowerPoint 嚇，咁啊俾大家反映下啦。其實我哋個個都可能有咁嘅情況，你會唔會經常都覺得好疲累啊？香港人個個都係噶啦，嗬，瞓極都唔夠啊，尤其朝頭早搭地鐵，個個都好似喺度，地鐵係張牀嚟個，發覺好似個個喺張牀裏邊企喺度瞓緊咁樣嘅啫，係嘛？係嘛？冇表情嘅地鐵嘅人咁樣嚇，啊，經常都覺得好勞累，係咪覺得工作做極都做唔完？有好多工作等住你去做咧，都係啦，係嘛？啊，係咪覺得自己？都冇乜大動力繼續工作啊！都有時都係嘅，係咪覺得自己咧嘅能力咧即係有限，冇辦法勝任曬面前嘅工作咧？啊，係咪覺得前路好灰暗，冇出路咧？啊，如果大家都大致上咁上下咧，咁啱啦，今日就進入到我哋嘅查經裏邊啦，啱啦啊，係嘛？即係開場白啦，咁樣講啊，咁咧就係、是、其實我哋或多或少都係講，但係就有時唔好太過 label 自己就已經耗盡，不過係我哋有啲勞累啦，可能就會咁嘅情況。啊、真係 burn out 嗰啲人咧，其實你再做多少少都唔得嘅啦嚇，即係會有咁嘅情況。好啦，下一張我哋睇睇好嗎？下一張啊，嗱，希望我講唔耐啊，仲有兩個，我快啲印壓出嚟啊，查經啊。好啦，再睇睇有幅圖啊，咁咧呢幅圖咧就我喺啲網上去揾出嚟嘅，就講開咧一啲人嗰個工作出色嘅表現同埋一種耗盡嘅一個比較啊，幅圖就冇嘅，咁大家可以睇睇。佢就話係咁噶啦，就係、是、咧一種咧就係充滿支持嘅環境，引致到咧互相支持下，就目標能夠達成，就有出色嘅表現啊，以致到咧一個存在意義得到肯定啊，就去達到個目的同期望啦。但有時咧就係、是、一種充滿壓力嘅環境啊，目標期望未能達成，又失敗又耗盡啊，咁啊即係有咁嘅情況啊，即係有時個環境各方面都會影響。不過我自己係睇呢幅圖咧，我反而諗咗一樣嘢，就係、是、咧我成日喺度諗，我自己係牧者嚟嘅嚇，牧師嚟嘅時候咧，咁我諗，即係我希望咧就係其實
能夠達到就係咩？希望教會頂住問題，就是、教會能唔能夠真係可以追求成為一間咧，即係成為一個充滿支持嘅一個環境嚇？呢個係好重要去做嘅。反而有時候咧，我最驚就咩？我希望就唔想做到我牧養嘅時候，弟兄姊妹翻到嚟教會重大壓力啊！即係有時候咧，我成日都喺度諗呢個咧啊！即係大家要努力去做得到嘅嚇、啊，即係有咁嘅情況。有時候咧，我覺得出邊嘅工作環境都好大壓力㗎啦，就唔好做到翻到教會都好大壓力啊！咁啊，呢個咧我哋都要留意。當然啦，我覺得有幾樣嘢，即係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哋要去學習喺教會裏邊建立另一種嘅文化，要抗衡就係咩？即係喺同弟兄姊妹當中相處，多啲欣賞，少啲批評，嚇、啊！即係呢個都係好緊要，呢個文化嚇、啊，互相多啲嘅支持，多啲嘅聆聽嚇、啊，就少啲嘅批評咧，呢、這個都好緊要嚇、啊。甚至喺教會裏邊，我成日都問弟兄姊妹一個問題嘅，即係有時我自己喺度去安排一啲嘅聚會啊，一啲事工嘅時候，我成日都諗咧，希望教會唔好做一個惡性循環，就咩咧？有時候咧，教會原意咧就係想咧係為著。幫到為著弟兄姊妹的緣故，於是咧就搞一啲嘅聚會，啊幫助佢哋。咁但係有時候咧就適得其反，就掉翻轉係咩咧？弟兄姊妹為著要支持教會，所以佢要嚟撐場嚟到聚會。嗱、啊，如果係咁咧就好唔好嘅係嘛？係嘛？所以有時候咧，而家好多時教會去講咩？要簡化啲事工啊，嚇！咁有時都係喎，因為可能就係個文化上就覺得好似要做啲嘢先教會先似教會，咁咪又好盡啦係嘛？即係要做啲嘢肯定翻咁樣啊。咁有時不一定需要嘅。啊、所以我覺得都是的，即係希望做到咧，就教會成為一個咧，即係充滿互相支持的一個嘅羣體嚇，就、啊、呢、這個都好緊要嘅嚇。嗱、啊，其實有時搞周會唔係好複雜，我俾兩個周會你啊嚇，你哋諗少兩個周會㗎啦嚇。如果你係無論成人團契又好嚇、啊，一個分享周唔使好多嘅嚇、啊，有兩個即係兩個周會，一個周會就我的野蠻嘗試，咁可以分享通宵都得㗎啦。啊！我的野蠻嘗試，咁大家分享完啊，好暢快啊！即係一齊祈禱，咪個個都有好難頂嘅嘗試咁樣嚇。咁當然你嘅嘗試唔可以喺你個團契啦嚇。啊！如果係管理階層嘅咧，你可以俾另一個題目佢，一樣就得嘅啦。啊，寫唔係小組查經，一間查經㗎嚇、啊，有時間。如果你管理階層咧，就你同翻啲管理階層俾另一個題目你分享，就我的母老下屬。而家有時成日鬧人咩嘢？即係唔帶個腦翻嚟翻工啊嘛，係嘛？啊、叫他做，結果反而我還要跟回這樣說、啊、但當然你分享的時候你的下屬不在那裡，不是就傷害了。我覺得其實有時即不用那麼複雜的，是你搞一些周會，甚至大家分享完一起一個祈禱，原來個個都有他的難處，你都有一個很難的上司頂，或者你有些下屬又幫不到你，都是這樣的。我們其實教會就是這樣，可以有一種互相的一種的支持的情況。好了、有怎樣去處理壓力呢？講下一張 PowerPoint。 我覺得、下一張 PowerPoint 是的，就有一個咧，就係上次何志斌博士都有講噶啦。其實一個壓力嘅計算方式啊，就好就係咩外界加上個人嘅期望，減去咗個人嘅能力，就等於嗰個壓力嘅指數啦。嚇、啊，咁呢個真係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有時幫助弟兄姊妹點樣去解決 burn out 啊，即係啲策略性嘅問題裏邊咧，第一樣就咩咧？上面嗰張先係啦，就係呢度唔好喐住嚇。就咩咧？好簡單，就係、是、咧，先要去。幫助弟兄姊妹提高他的能力，是不是？有時你能力高呢，你的壓力就會低的了，這個是真的、啊、所以呢其實有時有很多東西是溫故知新之下，你的壓力就會提升的了。所以真的，如果大家今天大家來很多時候都打算做查經組長，你們記得你第一次打查經是怎樣的？都是日本首相的，左騰右騰的，是不是？不知道有什麼反應的，大家都很害怕樣、啊、第一次很害怕，第二次誒好啲咯，到第三次就得噶啦。其實係不斷咧慢慢咧，咁啊習慣咗啦，咁啊到第慢慢就會駕輕就熟啦。咁啊有時就需要咁樣做嘅，即係提升佢嘅能力。咁同埋另一樣就要即係減低一啲外界同埋個人嘅壓力啦，即係不必要唔合理嘅壓力。嗱、啊，順便喺度講咧，我都係一個牧者嚇，咁啊在座當好多弟兄姊妹嚇、啊，我都幫牧者講一啲説話啦嚇，咁啊減低佢哋壓力。就我覺得咧有時咧係弟兄姊妹有啲無形嘅壓力咧係唔合理嘅咧係俾教牧嘅。其實都加增咗佢壓力嘅。你話我首先一樣就係、是，我未有小朋友，我申報個利益先。但我真係咁講，係咪牧師啲仔女係特別乖嘅咧？唔應該，你當係一個好正常嘅小朋友嚇、啊，你唔好淨係 call 住佢係牧師嘅仔女嚇。咁、啊、我覺得呢啲係無形嘅壓力嚟嘅，係嘛？其實有時咧，我哋都要調教。所以喺教會裏邊就係啦，係嘛？即係喺當中咧，有時候我哋要提升自己嘅能力，同埋咧亦都唔好將不必要嘅壓力加喺人嘅身上咧。咁我覺得教會就會和諧好多啦。OK， 好，咁我哋。我變咗講道，今日嚇未示範喎，死啦點算咧咁樣？好啦，講開我想講，好啦，我哋落到文章討論啦。OK， 好，
嗱，我就鼓勵大家，如果用呢啲材料嘅時候咧，就每次查經都真係要文章討論。因為點解咧？其實咧，嗰啲文章咧，華僑聖經會咧，佢係即係喺當中啊，嗰啲心靈關懷聖經裏邊咧，攞埋個版權啊，咁樣先至輯錄咗出嚟。咁所以啲文章好嘅。咁你每次帶嘅時候咧，都問嗰啲問題，即係嗱，你即係你下次你一定每次都問咧，即係佢哋即係話你每次都問佢就一定之前要睇啦。咁所以我都繼續，我都一樣問啦，係咪？好啦，好似呢條問題咁，聖國耗盡提及倒下嘅時候，因為負荷過重，意思係超過我哋嘅極限。負荷唔係一個問題，問題係過重。跟住作者舉咗咩例子事例嚟到去顯明咧？嚇，咁樣我哋又點樣知道自己係負荷過重咧？嚇，係咪睇咗㗎啦？你哋哦，即係我隨口問個人都識答㗎啦，係嘛？有壓力啦，即係有壓力，即係有壓力咁樣講。好，邊個可以幫一幫我啊？嗱，你唔答問題，我就有壓力啦，記咗喺度傻佬咁樣。有人幫一幫我，係啦。佢用咗咩例子啊？駱駝例子，駱駝嘅例子。佢話只要再駱駝再加上乜嘢，佢就會斷啊。一條草啊，覺得好好啊呢、這個例子我啊，即係真係已經符合到盡嘅時候，加多少少咧，佢就斷啦，係嘛？啊，我覺得呢個係相當之好啦。咁同埋跟住咧，即係喺事例嘅裏邊咧，啊，即係個答案後面嗰條都答埋出嚟添啊，唔緊要啦。啊，即係加條草咁得。後來就跟住就講到啦。點樣係知道即係喺當中咧嚟到負荷過重咧咁樣啊？呢度咁講啦，就係話其實冇機制去衡量嘅，每人個反應唔同。但係如果我哋工作效率好降低咗啦，好分純唔到啦，而家成日都咁講，我哋分純唔到，又或者咧瞓覺瞓唔到啊，停唔到，又或者冇同埋咧唔可以放緩腳步咧，咁可能我哋都已經進入到一種負荷過重嗰個地步啊！呢個真嘅喎。啊！我有時夜晚黑咧，禮拜日晚咧，有時同太太咧諗住咧去散步嚇、啊，即係完咗一日嘅侍奉啦，大家都係傳道人啦，咁啊即係散步，即係散步啊，或者有時啊講翻啊主日我講道講啲乜，聽又講俾老婆聽啊，老婆同我分享翻咧。咁我哋發覺一樣嘢咧，講緊道嘅時候咧，我哋散步啊，但係好快喎行得嚇，啲 passion 嚟啊嘛咁樣啊。咁我哋咧放唔到啊，我哋原來係放唔到。有時香港人就係咁啊，香港人你真係發覺咧，唔係好多人識散步嘅，你留意一下，操兵就得。嚇啊！好快嘅，同埋香港人食嘢都係嘅，快到咧，即係你好似食到要出埃及食馳陣就殺長子嘅啦！我話俾你聽，係嘛？即係你有咁嘅經驗咧，其實你即係你試下慢慢食啊！有時我哋都係嗰種喺嗰種 tension 嘅裏邊嚇，即係有時候我發覺咧，即係香港啲工人好犀利，其實唔使一個鐘頭 lunch hour 嘅，十五分鐘搞掂嘅，可以放慢啲嘅，其實都係啊。哦 ，OK， 好，我哋繼續落好另一條嘅問題啊，大家討論下啦，就係咧。聖國耗盡裏面都講到學習要講不，對於嗰啲對於要對嗰啲事情講不係好困難嘅。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啊，佢更加講話對邊啲嘢講不係更加難啊？文章裏邊自己有興趣嘅嘢嚇，自己有興趣嘅嘢嚇，即係呢個係好實在嘅係嘛？講到就係自己喜歡嘅嘢講不係好難嘅，但係有好多時耗盡就係咧啊，你又想做嗰樣又想做啊。咁我有一個另一個比喻就真係嘅啦嚇，耗盡就係你樣都中意做嚇，咁結果加加埋埋咪就係咁樣咯。嗱，正如食嘢都係嘅嚇，你樣都中意要食，但係你唔會不斷咁食噶嘛，係嘛？你最中意嗰樣嘢，我俾你食十日十夜，我估你以後你就怕噶啦嚇。但係即係你不斷咁食，就最後點樣咧？就食到你嘔，食到你死啦嚇，食到你嘔啊，食唔落啊！做嘢都係，就算呢樣你好中意咧，你不斷咁去做咧，都一樣有嗰個情況。所以在座當中弟兄姊妹我想講啊，就算你好中意查經你都唔好不斷咁查，因為你唔中意查死啦，係嘛？都要適當時候查，適當時候休息一下，即係咁樣講嚇。或者你帶查經，或者人哋帶你查經有時都係噶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好論盡嘅，有時都係有啲嘢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健康嗰個情況嚟嘅。咁啊，要學會說不咧。好，第三條呢條問題咧，就大家討論啦，同隔離嗰個兩三個講。點解人唔容易講不嘅？你認為有咩障礙令到人唔能夠講不？好，俾兩三分鐘啊！呢條真係你要講一講啊！你係咪一個唔用好難 say no 嘅人咧？可唔可以有人講下啊？呢條題目好切身啊，係嘛？點解啲人或者你點解唔咁
咁難講不嘅咧？有咩原因咧？啊，點解啲人咁比較唔容易說不嘅咧 ？say no 嘅咧？咩原因啊？覺得？哇！靜曬啊！突然間咁恐怖啊！即係 keep quiet 都冇咁快喎、啊。一問問，哎呀，Kenny 唔該。要解釋，要解釋，咁咪又怕麻煩咯。怕麻煩，人哋可能唔認同你嘅解釋嘅話，如果佢大粒過你嘅話，你點先？OK OK， 係嘛？即係我哋啲弱勢社群啊，對住上司就比較困難啲咁樣啊，即係咁嘅情況啊。你哋容唔容易同牧者 say no 嘅？點解我教嗰啲唔係嘅？同埋話乜要解釋嘅 say no 嘅？OK， 仲有咩原因啊？有什麼原因？大家有沒有說、啊、有時我覺得是中國人不好意思推卻，是吧、變成我又自問自答，找一下人先找多一個，找多一個，最後一個可不可以答答、啊、這個問題、啊、將你後面麻煩、哎、非常之好，謝謝你。有時候是怕蝕底蝕、啊、底例如舉一個例子咧，即可能自己有小朋友嘅，咁人人咧都要哇，個個又報琴，又報呢個課外活動喎，咁、哦、樣咧、哦，即係我就啊唔好啦，唔好 say no 啊，哇佢又報，我自己又報，咁啊搞到自己咧真係會好辛苦咯，做家長嘅。係、哦、係啊，你令到小朋友都會 burn out， 但小朋友冇 burn out 嘅係家長 burn out 快啲嘅係嘛？因為好似咧小朋友唔學咪學咯，家長好緊張啲啊，啊即係咁啊，不過都係喎，啊我終於明白，所以暑假咧啲家長係好忙碌嘅。未到暑假已經好忙碌啊！要留意曬啲課程啊！而家我都發覺係啊，啊絕對明白咁樣啊。不過有時咧，俾小朋友即係唔需要個個禮拜都要學嘢嘅嚇。咁、啊、我哋都留下嚇四路。嗱、啊，我自己咁體會咧，真係誒點解人比較難去四路咧？我覺得係真係唔好意思，呢個係中國人嘅文化嚟嘅嚇，即係唔好意思嚇。咁、啊、有時候咧，我又覺得咧就係咩？有時又會高估自己能力，覺得自己做得到嚇、啊。有時咧又～看輕那份工作的難度，大家有沒有試過經歷啊？坐在電腦上、啊、我幫你做呢，我想著十分鐘幫你打完份嘢，結果打完呢兩個鐘頭仲未打完，有沒有試過、啊、我幫你寫篇文章啦，我做牧師係啊，有乜嘢我啊？咦，三點仲未做完咁樣啊？諗住好快咁樣嗱，有時候咧就係、是、唔能夠 say no， 就有時即係唔好意思推啦。有時高估自己能力啊，你又即係坐落電腦啊，發覺咧係一個咧入咗一個時間嘅黑洞嚟嘅。三個鐘頭，即係你做到入定嘅時候咧，但係唔健康喎。當然你咁做又好，但係唔係健康啊，所以有時都要留意一下。好，查經示範咯喎，應該要啊。好，不如我哋讀一讀呢段經文先好嘛？嗱，讀完之後啦，唔該嗰兩個感動啦，嗱、啊，即係好出嚟啦。啊，唔係，我哋一齊讀一讀啊嘛。嗱，今日查經我好簡單啫，五節嘅經文，我哋一齊讀出啊嘛，呢五節經文。好，請讀。雅各啊，你為什麼這麼説呢？以色列啊，你為什麼埋怨説？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案件被我的神忽略了。你不知道吗？你没有听过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地极的创造主，既不贫乏，也不困倦，他的知识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气力，无力的他加力量。就是年轻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人也会全然跌倒。但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好，我哋请头先冇得走噶啦，嗰四个举咗手啊，唔可以 say no 噶啦，吓，仲有要多两个，好嘛？我哋上一上嚟好嘛？或者我哋请咧弟兄姊妹咧可以留意我哋查嘅时候咧吓，一阵间我想你哋咧都有少问题咧，咁其实应该之前可能啲组员咧。都有嘅，其實我哋亦都可以即係按住嗰啲問題啊，做一個街拉嚟到去討論，嚟到去分享嗰個情況。咁我哋可以揭一揭咧本書嚇，如果大家覺得有需要咧，可以寫低一啲啊或者弟兄姊妹 feedback 嘅一啲嘅意見嚇。咁啊，今日我哋查到第九課啦，真力量約出呢個耗盡。咁頭先就我哋都讀咗啦，啊以下書四十章啊即係嗰幾節嘅經文啊，27-31節啊，咁啊喺當中。咁就不過咧，我哋咧都要睇翻咧就嗱，第一條問題裏邊咧，咁呢度講到以色列人向神抱怨啲乜嘢啊？就係、是、特別喺27節嗰度講啦嚇。咁點解佢哋對神有呢種嘅抱怨啊？這個反映出佢哋已經掉進喺落到一種咩嘅光景嘅裏邊嚇。咁喺組員本裏邊大家都有噶啦，都一樣就係、是、有一個嘅之前有一個嘅提示啊，查經嘅提示就話
要掌握呢段经文嘅意思咧，就系要概括了解以赛亚书嗰个嘅信息。喺耶稣出生大概约七百四十年嘅时候咧，就神呼召咗以赛亚作犹大嘅犹大国嘅先知。当乌西亚王驾崩冇几耐咧，犹大国就要面对亚述帝国同北面以色列国嘅威胁。加上巴比伦越嚟越强盛，无论喺国内国外都面对好大嘅危机。咁呢度就都好清楚讲到，原来疲乏困倦咧，唔系一定来自忙碌。更多時候可能來自係憂心、壓力、恐懼、困擾呢啲嘅情緒，先知以賽亞嗰個時代嘅猶大國就面對呢種嘅處境啦，嗰個情況，我估咧透過嗰個嘅之前嗰個查經嘅提示咧背景咧，我哋會能夠了解嗰段嘅經文會多啲啦，廿七節嗰度，咁啊或者揾人讀一讀咧，咁我哋知道佢到底向神抱怨啲乜嘢，好嘛？或者請你雅各啊，你為什麼這樣説？以色列啊，你为什么埋怨神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案件被我的神忽略了。咁到底以色列人向神抱怨啲乜嘢？如果只能纯粹喺我哋先睇廿七节咧，同埋佢点解会向神抱怨咧？佢觉得好似神冇喺佢喺佢嘅身边啦，同佢一齐，佢所要面对困难咧，佢觉得冇神喺加入嘅。老神在这里，因为那个刚才都讲开那个背景是当时他们的那个处境是是怎样的，他们那个处境受怎样受的，是就是那个情况里面，你觉得他们抱怨得厉不厉害的？其实在第二十七节都很厉害，就是那个情况，因为国家是他们是神的选民的国家，是不是应该神会看住他们的，但是现在就被受到很大的压力，是不是敵國威脅住，即係有嗰個嘅情況。咁反而出奇，佢哋落睇咩光景？你覺得佢哋係好憂慮啦，好憂慮，好擔心啦，擔心，但係好似又睇唔到有出路，有出路咁嘅情況。仲有冇啊？仲有咩情況可以形容？如果我哋代入去喺嗰個處境，你啱啱就喺嗰度啊，即係就國家俾人就可能隨時攻陷啊咁嘅情況，你有咩狀況咧？好驚死咁樣啊！我相信佢哋落喺一種咧，其實就好清楚係好無助、好孤立無援啊！咁同埋咧，甚至乎咧係一種真係埋怨嗰種嘅光景啦，係嘛？就好似即係以色列人喺即係埃及曠野成日埋怨神咁樣噶啦，可能都有呢種情況。好啦，咁喺廿七節就係咁樣嘅時候咧，咁去到廿八、廿九節嘅時候咧，先知以賽亞點樣回應佢哋嘅抱怨咧？我或者揾人幫我讀一讀啦，廿八、廿九節啦，好嘛？請。你不知道吗？你没有听过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地极的创造主，既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知识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气力，无力的他加力量。我们留意下廿八、廿九节咧，嘅时候咧，我觉得先我哋留意下先知点样回应嘅时候咧，佢先以赛先知系指出神嘅属性系点样嘅，佢系。永在的神，永在的神和什么？永在神和是创造万物的主来的。主啊，好，永在的神是什么意思？永恒，自有永有，永在，永远都存在。其实你有没有留意这个永在的神呢，其实怎样回应回话，即是神不在这里，先知就说佢係永在嘅，佢不嬲都喺度同佢哋同在嘅，係嘛？即係有個情況。好啦，第二就係講到係一個地極創造嘅主係咩意思啊？阿李志麥嗰啲啊，地極創造主係咩意思啊？萬物都係佢創造嘅，佢咁佢 in charge 咗。即係成個創造嘅計劃，咁佢又點會
即係對比翻，你點會唔理我哋而家面對到嘅困難咧？好我覺得咧，先知係因應佢哋嘅埋怨，然之後講出神呢兩種嘅屬性，從而嚟到回應佢嗰種嘅埋怨啦。咁第一就係好講到清楚講佢係永在嘅神，佢喺度嘅，冇話佢唔存在嘅。咁第二個就係一個即係佢係一個全能嘅主啊，即係創造地嘅主係一個全能嘅主啊，佢全能嘅，佢有能力嚟到咧佢應付嘅啊。即係我曾經咧就一次聽到咧聽過講神一個屬性，我覺得幾有意思，同大家分享咧就話咧啊，神有兩隻眼睛嘅啊，即係一隻眼睛咧係即係神係一隻咧眼睛咧，神好多時候咧一隻眼睛係一隻慈憐嘅眼睛。就是他看呢，就是當我們一些是很小的事情呢，神都會看到大的事情，因為他很顧及我們。就好像小孩跌一跌跤呢，跌親呢，父母就跟著就要扶起身了。很小的事都看到很大的事，神一個慈憐眼睛。但呢神有另一隻眼睛，就是一個全能的眼睛呢，他看事物呢，就算很大的事情神都會看為是很小的事情，就好像死人冧樓了，但呢神在全能的眼中呢，大的事情都可以成為是很小的事情，因為他一定能夠應付得到、解決得到。我覺得都是的，即是神是一位地極創造的主，一切都是他創造的，我相信都是可以能夠在當中去解決當時的問題。好了，我們再看看第三十節好嗎？跟著我們引申可以多一點點。好啊，請講。那個問題就是這樣，當時猶大國嘛，是他說說地極的創造主，即是這個地土的創造主去分配地土啦，系咁我面临北国面临呢个以色列国嘅威胁啊，威胁同埋亚述国威胁啊嘛，系咁点解神将我安乐喺个地方里边，要有内忧外患咁样？咁将来犹大国我哋都知道灭咗啦，咁样咁神咪唔眷顾我咯？神咁有能力，点解佢唔俾个地土我啊？大家觉得咧吓？這個我相信都是當時選民會問的，這個問題都是 很合理的，大家覺得呢？其實如果你看回律法書的話呢，都有講過，神是講過如果我們是聽從耶和華的話，遵守他的教導，我們就可以享福的嘛。現在問題就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災禍，這樣的威脅，可能會亡國呢？又要檢討一下自己有沒有聽神的話播。我相信這個都是的，即是在當中，當我們如果面對有難處的時候，其實我相信很自然就是一件事，就是我們的神學的觀念，就是神都容許這些事情發生在我們的身上的時候呢，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我估計透過有機會去反省的時候呢，可以更新回我們跟神的關係，即是我覺得即是以至到去能夠去更加去檢視去明白啊，會不會我有些事情我出錯了，即有什麼情況。但對於當時以色列民來說，他們就在個過程裡面就不斷來到去尋問，也都去發掘這個問題，正如剛才組員問的問題一樣。或者我們繼續下去先好嗎？我們到最後可以 round up 來到講好了。第三十節就去再進一步來到形容呢當時人的一種的光景，或者第三十節我請弟兄幫我讀出，就是年輕人强壮的人也会全然跌倒。系啦，佢讲呢节圣经系进一步去强调乜嘢啊？佢讲到其实年轻人同强壮嘅人有咩特色嘅？都系人，但系佢特别讲到年轻同强壮，都系充满力量嘅人咯，精力充沛嘅人咯。应该系即系体力系看似系用不完嘅，但系佢哋都会有软弱跌倒嘅时候。我相信系讲到即系。亦都係好強調，就係呢節聖經就進一步講人是有限制同埋有不足的嚇。咁呢個咁嘅情況，咁我相信亦都係好似今日我哋查經嗰個主題裏邊，就係我哋都總會有即係耗盡無助嘅時候嚇。即係我相信都會有嘅，少年人都有，更何況我哋。咁所以我哋更加需要翻到神嗰度啦嚇，即係有咁嘅情況。好啦，反而嚟到去問嘅，你認為呢段經文裏邊講到少年人都會疲乏困？到底是指是體力還是心靈，是 physical 還 是心理上的？
我覺得是身體上咯。身體 physical 嘅嚇，點解咧嚇？總之就係咁啦。有冇人覺得係心靈啊？我覺得是心靈上。心靈上係。因為我是年輕人，我明白嗰種擔憂，同埋將來嘅嘢係憂心，仲勁過你體力耗盡咯。我哋隔離嗰位年長嘅人，我覺得係 physical 嘅。我估下啲喎，中間兩都有。兩都有，你解釋啲咩？你講得疲乏困倦啊嘛，係咁真係攰嘅咯，真係疲倦嘅咯咁樣。係係。跌倒有兩樣嘢，你話幾強嘅人唔會跌倒嗎？咁樣即係俾人撞會跌咯。係係。咁但係我諗跌倒，除非佢跌倒係點啊？即係跌到咩程度？係係係。翻身啦，我諗呢個係關乎心靈上面嘅。係係係。大家咧啊，呢、這個都值得諗啊，同埋亦都我哋諗翻呢段經文講緊係乜嘢？其實即係大家，如果我哋真係要諗翻就係、是、嗱，如果純粹講就算少年人都會跌倒，咁我即時咁諗 physical 啦，係嘛？咁但係咧，其實呢段經文咧係講緊個背景咧，就係講緊就係原來就係講到話猶大國面對北國啊，將會欺壓啦，又或者咧第日就亞述啊、巴比倫啊等等嚇嗰、那個情況，呢、這個係預計嘅啫，係嘛？即係威脅緊。但我又感覺不到嗰時候咧，佢哋都要即刻要逃亡啊！即係有咁嘅情況。如果真係要逃亡，就 physical 嘅，係嘛？即係嗰個情況。但係咧，我就會覺得咧係即係佢講到少年人，純粹係一種形容詞去表達。但我覺得係反而係以色列人嗰時嗰種嘅心靈嘅狀況啊居多，係嘛？所以咧，我覺得係應該似乎是即心靈裏面那種的即那種的狀況呢 會大一點、啊那個、情況，因為心靈疲乏而引致到他們全人都耗盡、啊、即是有時一說開好像姊妹說少年人都是即總之想我 有時我們都是的是吧，哇要行山啊，我聽周會要行山啊，未行都很累的了，我們都是吧，我不用行了、啊、這樣說、啊、即已經是即 有那個這樣的情況出現。好啦，跟住咧，去到第五條啦，啊問題裏邊，先知以賽亞作出咩嘅呼籲呢？如果係以色列人按以賽亞嘅呼籲而行，佢哋會有咩嘅益處呢？就30-31節，或者請姊妹幫我讀出啦，好嗎？31節。31。就是年輕人也會疲乏困倦，強壯的人也全然跌倒，但那些仰望耶和華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疲乏，他们行走也不困倦。系啦，佢个呼吁系乜嘢？即系如果好简单讲，仰望耶和华。要仰望耶和华，得到啲乜嘢咧？好简单。得力。得力啊！呢度讲重新得力啦，系嘛？重新得力即系交换嘅意思啊！神用佢嘅力量嚟到交换我哋嘅力量，好似鹰咁样嗰、那个嘅情况。好啦，反而我哋即系谂啦，大家觉得咩叫？你觉得咩系为之仰望耶和华咧？啊、都是我們今天要查經裡面要去想的，怎樣為之仰望耶和華？在你們的理解裡面，仰望呢就要我高過頭嘛，是即是說自己就一定是低啦，是我望著那個人就應該高啦，那我高的人即不單止是個 身材高過我啦，應該是個能力都是高，所以我才要望他啦，即才要找他啦，這樣即我想是要自己要謙卑，要謙卑、啊仰望係，我諗另外係焦點啊。焦點啊，因為如果我即係向地下望嘅話，好多嘢都會令我分心。係。但我知道向上望嘅時候，望緊個方向，向緊邊個咧咁樣。係。我諗人生都要對焦，如果唔係就會即係連衝連撞，一定會好攰。係。弟兄咧，我嘅經驗就係咁樣啊。好啊。當你好疲乏嗰陣時咧、你見到你嘅心愛人咧，你都會精神一陣嘅。咁即係話，我都同意。耶和華咧，如果係佢嗰班選民裏邊一啲嘅仰望神嘅時候咧，佢應該會得到力量咯。係，因為神係有公義啊、誠實啊、慈愛啊，好多嘅特質。咁嗰班選民都知道嘅時候咧，當佢遇見神嘅時候，佢就會有力量啦。啊，係。啊，好好啊，我都即係好好嘅欣賞。諗下咧，即係要仰望嘅時候咧，係好專注咁睇住佢嘅時候。咁即係正如頭先個弟兄分享，你又有個 focus。當你專注的時候，你只看到他周圍的東西，你就不會再去關顧，是就可以在當中的不著。
啊，係喎。不過我自己諗咧，仰望亦都其中，即係大家仲要繼續補充嘅。我覺得呢個係反而我哋應該要討論啦。咩叫仰望耶和華？我就覺得咧，點解要仰望咧？就第一樣就係覺得自己唔得，係嘛？即係要承認自己不足，就唔好再去死撐啦。有啲時咧，即係如果我哋話點解要做到 burn out 咧，就覺得仲喺度撐落去啊。好，即係好似第三十節都話啦，少年人都會軟弱啊，要跌倒啊，會困乏。咁我覺得有時仰望第一樣就係要承認自己有不足，做唔到。先要去從下而上去仰望神，求神加能力俾我哋啊！即係我自己有咁嘅睇法。仰望耶和華，大家就有冇其他嘅諗法？不過有時係咪一仰望就得嘅咧？反而我問大家，哇！如果係好犀利啊，即係望一望咁，即係外人都係。得一陣啦，但有時都會。不過我覺得仰望有時都係有，仲有一種係需要等候，係嘛？即係有時我哋仰望神咧嘅時候咧，可能仍然個環境冇改變，但我哋需要用信心去等候神。有時候我哋都需要嘅。我覺得仰望咧，亦都有個意思係即係等候嘅裏邊啊，嚇，亦都表明係一種信靠啦。當然係即係有嗰個情況。好啦，嗱就第七條問題我不想跟大家來查了，這裡講到呢就是講到說到底經文指出神同人有什麼不同啊，對我們有什麼幫助啊，在參考答案裡面都有講的，就是講到神是超越人的時間，超越人的智慧，和超越人的軟弱啊，這裡這樣。反而呢我想呢在你們的組員本裡面沒有的，我想加多一條呢，是我就反而想大家可以有少少分享，就是當我們去查這段經文，今天我們查完了，當很簡單的小分享翻完的時候，覺得這段經文對你現在的處境，或者真的了，有什麼的提點和有什麼的幫助呢？今時今日，我覺得如果我們是小組查經，除了即頭腦上交流之外，我們可以都有一些分享，在你的處境對你有什麼特別的提點幫助呢？我很認同你，即係我覺得你頭先提點嗰樣等候很好。我覺得喺我嘅生活環境裏邊，有好多嘢都等唔切，唔想等。但係等候一個很大的功課。係，因為有時咧等，我自己有少回應嘅就係咧等咧。我都有仰望噶，等咗，但係咧等唔到嘅時候咧，跟住覺得神冇幫我啦。但係有時候可能神幫我哋係喺即係適當嗰個嘅時候先出現嚇。咁我自己都分享啦，其實我都係今年翻嚟香港嚇，咁我都係等候緊侍奉教會嚇，咁都未落實。咁我發覺咧喺一種 uncertain 嘅狀況咧都唔容易嘅。咁我覺得呢段經文啊，或者我呢個禮拜去預備神咧，咁我覺得神都對我有提醒嘅啊，原來真係都需要去繼續去仰望佢。即係等候佢適當嘅時候差遣去適當嘅工場嚟到侍奉佢，咁我覺得都呢個都係呢段經文對我自己一啲嘅幫助，或者大家咧我都想我哋可以有多少少，除咗頭腦上，我哋可以有啲生活上有啲分享，亦都係可以彼此去紀念啦嚇咁樣啊，所以你哋咁多人幫我繼續為我祈禱啊，我工場定實都要靠你哋啦。我的困倦都過了啦，咁其實原來我覺得等候當中呢亦都要好有信心咯。如果當你冇信心嘅時候，你總係會又返去用返人嘅方法去做一切嘅嘢，其實都係徒勞無功咯。其他人呢可唔可以有多少少分享呢段經文對我哋幫助？呢段經文呢個兩節呢都幾好嘅。怎么说呢，想着人呢其实很多时候自我中心，以为自己很强壮那就不会困倦了，自己很强壮就不会跌倒了，因为始终是有限的人，那不要将自己 focus 得很重要自己一定做得到，你要仰望就是无限的神这样，那神才会你先会将这个的忧虑射给神，那神才帮到你，有时候忧虑是自己拿着，你不射给神就永远有个压力在这里。呢度講到話嗰個重新得力係交換啊，係嘛？即係原文裏邊嘅意思咧。咁我覺得有時都係嘅，即係有時唔再用我哋嘅能力，真係喺當中即係要即係用。不過同埋咧，我覺得咧仰等候，即係呢度講到仰望神咧，
其實亦都有個意思，即、就、係、是、我哋呼求佢咧，亦都牽涉係乜嘢咧？即、就、係、是、我哋都要祈禱，係嘛？即、就、係、是、祈求神佢幫助。其實一定有呢個意思，一仰望向山舉目就係一種呼求啦。咁我哋信徒都係仰望神嘅時候，我哋都要去祈禱，求神賜俾我哋有能力嚟到去經過。好，咁就嗱俾大家去諗下呢個課題咧嚇，即係喺當中，當我哋講到話咧，神民神人物我啊，四個範疇時候，你覺得呢段經文講到等候神啊，講到話咧真即係耗盡，你覺得係呢段經文裏邊係同邊幾個範疇有關啊？同神、同人、同我、同物，你覺得要逐樣解釋嘅喎，四樣都有啊，唔好淨係話即係啊。好，同覺得四樣有關嚇，都 OK。你大家講下啦，你覺得係點樣咧？好，四樣都有，大家即係覺得逐樣講好嘛？咁我解釋個我先啦。我諗我就係個 physical 同埋曬係啦，心理上同生理上都有啦。係咯，即係會覺得好唔想做嘢啊。係啦，即係有心態上就可能覺得唔想做嘢，好攰啊。但係身體上就係咯，即係好攰。冇氣力去做，是即係同我啦有關，咁我都好同意嘅啊！即係可能即係根本就係你唔能夠處理自己嗰個心境啊，引致到就即係耗盡啊，自己灰心啊咁樣，係啦。同神有冇關係啊？同神當然有關係啦，特別係我哋喺嗰啲灰心、即係沮喪、有壓力嘅時候、擔憂嘅時候咧，咁祈禱啦嚇，咁好似耶和華隱藏咗、匿埋咗，唔記得咗我喎，咁即係奇蹟都好似冇反應咁樣嘅時候，究竟我所認識嘅神係點嘅咧？係我同佢嘅關係係點嘅咧？佢同我嘅關係係點咧？咁呢、這個係啦，有關同我同神有關，仲有冇同其他嘢有關啊？我會覺得都同嗰個物有關啦，係即係因為當自己頭先去頭，其實頭先嘅姊妹都提過，即係身體嘅軟弱啊，各樣啊，咁呢個都係有。咁但係我諗另一方面同人有關嘅，因為當自己乏力嘅時候，當無力嘅時候，基本上都咩都唔想做，咩都唔想喐啦，唔想同人建立任何嘅關係。係。不過我哋呢一課咧，我少補充咧，就即係佢講都係講係同神有關，同我有關，係同物有關都係嘅。但係個物就包括曬，即係嗰個環境啦嚇。咁佢就因為冇 specific 講邊個人啊，咁所以佢歸納咧都係同物有關嚇，即係呢三者嘅啫。咁我覺得同物有關係，因為佢同當時嘅環境相處好唔協調啊，係嘛？即係好有壓力啊咁樣。同我有關就唔懂得處理嗰種心境而灰心失意啦。同神有關啊，可能就因為即係失去可能嗰種嘅信心，要埋怨，佢唔識得去仰望等候神嚇，即係有呢種嘅情況嚇。咁所以都係神啦、物啦，同埋我啊，都有一種嘅關係嘅嚇。好，咁就即係經文裏邊，我哋查到呢度啦。咁頭先即係大家其實如果再有多啲時間，可以多啲分享我哋即係呢段經文喺我哋嘅處境裏邊係點樣，有咩提點啦。咁其實咧就喺當中咧都有啲實際嘅行動咧，即係我相信咧，當我哋真係去到一種好 burn out 嘅狀況嘅時候，即係需要去休息啦嚇，抽啲時間出嚟去休息啦嗰個情況啊。咁同埋咧就嘗試下咧。做一樣嘢啦，就係即係推一啲唔重要嘅工作事情啦，咁樣嚇嚇，咁就或者翻去就推下你教會嘅牧師啦嚇，即係如果你唔係我間教會就 OK 嘅，即係咁嘅情況啊。Kenny 嗰間教會就推阿 Kenny 啦。好啦，最後就一節聖經金句啦，咁我估都成為一個嘅提醒咧，就係真係嘅，等候仰望耶和華嘅人必重新得力啊！願意咧，即係我哋都透過呢段經文咧，都對我哋有幫助，讓你再次思想啊，咩為之仰望耶和華，我哋能夠一齊咧。嚟到去實踐出嚟，好多謝大家，好嘛？我哋俾啲掌聲啊！幾位做完，唔該曬，唔該曬。OK， 好咁就我覺得啲組員好好啊。其實咧，今時今日咧，我哋即係 demo 咧，我發覺咧有時咧就喂，我覺得咧我哋嘅示範咧嘅 demo 咧就又想真，但係又唔係真得曬，因為啲組員實在太好啊。每一個我相信如果大家揸住嗰十課翻去教嘅時候咧，即係組員嗰啲問題啊，又或者嗰個反應咧，就會有即係有唔同嘅。不過我覺得咧，都係嘗試下了解係組員嗰個 feedback 啦，然之後我哋點樣去回應啦。咁其實咧，因為咧，我覺得咧係帶示範咧都有啲限制嘅。就因為我盡量咧，我都想跟翻即係個書嘅資料。如果唔係就唔好寫，如果唔係我就唔會寫落嚟啦，係咪先？咁嘅情況。咁同埋我哋示範就盡量要用，但係現實嘅情況嘅時候咧。有時可能呢
我會覺得咧，就有時弟兄組員問嘅問題咧，可能仲有意義過我哋繼續帶落去。頭先有弟兄有問題咧，我冇辦法即係再糾纏落去嚇。咁、反而咧，如果第日去到自己堂會裏邊咧，反而如果弟兄姊妹組員嘅問題咧，其實可以更加 focus 多啲咧，就算移咗少少個焦點咧，可以因應佢嘅問題嚟到喺當中去討論咧，可能會更加好嘅。咁但係示範就冇辦法啦，係嘛？有時我都盡量 lift 翻喺嗰個嘅主題嘅裏邊，即係有咁嘅情況。所以我覺得咧，容許組員有問題發問嚇，然之後咧或者更加適切嚟到回應佢嘅問題咧。咁可能其實有時好得意嘅，中國人都係咁嘅，即係我唔係講弟兄啊，即係咁啊，即係佢覺得有佢有時佢有嘅問題咧啊，其實好含蓄，可能就係、其實真正就係佢嗰個處境嘅問題嚟嘅。啊，即係有時我哋做牧者都係啦，有時啲弟兄姊妹問題，我有個朋友有個問題，其實就係佢嚟噶嘛，係嘛？佢中意個微信嘅咁樣，咁點處理？有時我都問嗰個係咪你啊咁樣，即係頭先個弟兄唔係咁樣啦，即係咁嘅事情。所以有時我哋都係嘅，因應佢嘅問題咧，分鐘答十翻到嚟呢度好嗎？啊，情況啊 ，OK 好，咁咧就我想講翻少少咧，就查經嗰度咧嚇，那個情況，因為咧之前有啲弟兄姊妹有啲問題問得很好嘅嚇，咁、我都即係我唔想個別答。同埋就算或者聽咗我重複啊，有人就話咧，其實有時候咧，有啲係初信嘅，咁會唔會咧，即係變咗咧，好似今次啲課咧比較深啲咁，係嘛？哇，即係咁樣用唔用到咧？咁樣咁我覺得一樣係可以用到嘅嚇，因為其實咧，因為我哋查嘅主題係情緒嘅嘢咧，就無論你信咗幾耐，又或者初信都會有，因為我哋一個主題式嘅嚟到去查啦。咁但係咧，只不過係我覺得組長咧，就可能咧喺交代經文嘅時候咧，可能要交代多啲，同埋組長咧可以 adjust 一下咧，就反而咧問問題嘅時候咧，就反而就唔好問咁多釋經嘅問題，反而係一啲分享性嘅問題咧，又或者好似即係浩俊有咩表現呢啲，咁佢初信佢都會識會答到嘅係嘛？即係有嗰個情況，咁我覺得咧就會好啲，因為如果下下都問一啲釋經問題，對於初信嘅佢答唔到，慢慢咧日積月累咧佢就。不會答的了是吧成日都答錯这樣的情況、我覺得這個是 adjust 回那個情況因為其實有時候呢都有一些的背景都有些查經提示呢都已經落了、我應該都可以幫助到如果他們都不知道可能組長做多一點多一個簡介這樣講出來先然後才去查呢我覺得都是 OK 的、即是這樣的情況好 我想問大家有沒有問題先對於查經示範、這幾堂又或者查經裡面有些什麼問題可以有一點即係 Q&A， 然之後咧，跟住咧，阿 Benson 就會係即係 round up 即係喺當中一啲嘅重點啦。係。我絕對同意啊！就算我開始查經示範，有時候我哋都已經係一個即係濃縮版啊，即係有嗰個情況。嗱，其實咧，我覺得咧，即係第一，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反而覺得咧，嗱，因為有啲熱身嘅問題咧，其實咧有時候寫查經資料就一定係咁寫噶啦。咁如果嗰班組員大家都好熟嘅時候咧，其實就唔使 warm up 嘅。有時有啲嘢嚇，即係我覺得嗰度亦都睇翻個情況啦。咁同埋就係、嗰啲文章嘅時候咧，其實覺得即係我覺得，如果大家真係睇咗嘅時候，除非嗰啲文章你再有問題咧，即係我覺得每次問大家係咪睇咗嚇咁樣嘅時候咧，亦都可以 skip 咗佢咧喺當中。咁當然啦，甚至乎有啲實踐嘅嗰啲，咁你都係可以嗰啲都可以 skip 咗，就鼓勵大家即係嗰個禮拜嚟到做，因為最重要最核心都係查經嗰 part 嘅。其實講真係嘛，即係嗰度。咁我估大家可以因應嗰個嘅情況啦嚇。咁同埋咧，我都反而覺得咧就。過往呢幾次都係，就其實我都強調咧，其實就盡量我哋嘅查經咧，就唔好太過係純粹係 informative， 反而點樣 transformative 咧？即係好似我今日頭先咧，我最後我都 round up 嘅時候咧，我都想即係呢段經文對於我哋自己嘅處境有咩嘅幫助咧？咁我覺得因為始終係查經示範同埋對住咁多人咧，比較難去分享。我就希望能夠做得到咧，就係喺查經組長，即係喺你嘅組員裏邊，如果大家已經熟咗嘅時候咧。就反而在那裡呢大家多一真的可以給多一些時間、原來查完之後、這段經文對我們有什麼幫助即等等呢其實呢反而那裡可以鼓勵真的可以有 fellowship 真的可以有一些互相的支持、就是那個情況通常有時候是要一些時間等的我覺得呢、
通常有時候呢、由於示範呢就真的要很 rush， 即是時間很寶貴，反而你有時候呢組長呢有時候呢是其實講真的回得來團契回得來查經的呢正常呢大家都願意分享的正常是吧，反而有時候呢是反而你問了問題呢給多些時間去問、或者給多時間有時有給些時間去想下然後有些分享呢，我估計 一兩個分享了一些很深入的分享亦都會帶動到其他組員呢都會有更多的分享，當然我們做組長亦都要 open 自己啦，啊、以致到呢其實就會帶動到呢、那個、查經的氣氛呢就會即出來，仍然都有強調是即怎樣去將那段經文轉化在我們生命裡面，這個是即我相信都是、即寫這個系列的裡面其實即能夠大家互相可以有一些幫助、一些提點、多謝哥就不介意我坐下嘛OK， 我坐低講。OK， 咁咧就其實咧，我都打算同大家即係再多啲去講翻呢一個嘅概念。咁咧就因為咧就我哋仲有七課嘅總結未講嘅啊，咁啊每課五分鐘就啱啱九點半噶啦。OK 嚇、我都計過時嘅應該。OK， 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我知道咧會有多嘅問題想問嘅。咁亦都咧，我都好多謝有啲嘅弟兄姊妹啊，完咗之後或者之前咧，你哋俾我一啲，我哋俾我哋。意見啊，點樣去即係充我哋嘅不足啊？咁希望喺唔單止呢一個聚會之，即係呢個講座之後，而係我哋都盼望你有意見，你都可以咧轉交俾我。咁啊，透過啊環球聖經公會嘅電郵啦啊，咁可以咧將你嘅問題去即係同我哋去個別。咁我哋希望可以主動嘅再同你聯絡啊。咁啊，而家上網好容易啫 ，Facebook 啊，即係好多方式可以聯絡到嘅。所以咧，而家唔單止淨係寫封信，大家回翻嚟，而係即係可以好互動咁樣去回應。咁所以大家唔使緊張或者擔心，哎呀，嚟完咗呢個課程之後，咁我唔識咁點算咧？唔緊要，我哋有網上學習啊，繼續交流啊。咁我哋同你哋咧都一齊學習緊嘅。咁咧，喂，好啦，咁咧就呢一個嘅概念咧，我諗我都用少少時間再同大家講翻。神人物我。講到四種的關係，人在一個的、即生活在這個在世上面呢是不會離開這四種關係的，大家想深一層是不是你在什麼處境底下其實都是在這四種關係底下去成長，直至到你離開這個世界與主同在都還是保持著某程度上的關係的、okay?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就要去想一想，我們如果我們生活上面對問題的時候，其實會不會就在這幾方面的關係上面有些不和諧，以致導致問題出現了，這個就是最基本的概念。我們講的心靈關懷不是只是指到一些很、即一些很、叫做什麼一點的問題，而是我們會看到其實那些問題可能背後是一些關係上面的不和諧所導致。咁點解會導致啲呢啲嘅唔和諧呢？咁有好多嘅原因嘅。咁但係呢幾個嘅向度，其實一開始點解要同大家去分析，就係話你每一個情緒嘅問題，都好可能係喺呢四個嘅範疇裏面有啲唔和諧嘅情況，以致呢四種嘅情緒因應唔同嘅情況底下會出現。咁所以我哋就係嘗試透過啲文章啦，咁咧就去幫大家去了解啦。亦都透過查經啦，咁其實咧，最後點解我哋會有呢個嘅提示，即係話點呢一個同神人有關，嗰個同物我有啲啊，全部都有。其實嗰個嘅準則唔係畫死嘅，個準則其實有時候可能係因為當我哋預備呢啲嘅課程嘅時候，睇到啲文章，主要都係講呢幾個範疇，所以我哋就住嗰啲嘅文章。嗰啲嘅學者嘅講法，我哋嘗試將佢去歸納咗嗰個範疇嚟去解釋。咁所以有啲弟兄姊妹可能會問我，我都唔係好準確到究竟知道究竟係咩範疇喎？唔緊要嘅，呢個係好開放，甚至乎你查經完咗，大家再思想翻，再去即係去反思翻。其實大家當你參與呢一個嘅課堂嘅時候，或者呢個用呢本係課本嘅時候，大家切忌有一種嘅諗法，就係話我帶住呢一個本書，呢本書查完嗰個小問題就可以解決得到。記住唔好帶住一個咁嘅心態。當然神嘅能力可能即係透過一次查經幫到嗰個人都唔定。但係大家要記住，即係我哋其實有時候我哋見到有啲問題，真係我哋
不是我們可以控制得到，或者我們可以靠我們的能力去做得到。所以我們都要有些建議，當有些問題你覺得不行的，你真的要去轉介，特別跟輔導去彼此的配合。但是大家記住這個的心靈查經，我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向度，就是我們有一個預防性，還有一個的真的讓我們在平時的生活裡面去想一想，我們怎樣維持心靈的健康，怎樣心靈全人的健康，怎樣維持全人的健康呢？我們經常都會很覺得很想幫弟兄姊妹有全人的健康，現在就是跟大家從四個向度去看回一個全人健康，不單止只是講到身心靈那個獨立的層面那個的健康，而是我們有正常的這四種的關係，在這四種關係底下我們就看回這個就是真正的一個屬靈的全人的屬靈觀，你去看一個全人的健康。所以呢，心靈記住不是只是關心人靈魂的層面，只是關注到跟神的關係的層面。我們講到屬靈是指到這四方面，其實我們都需要關心，都是我們屬靈那個的一個的範疇。咁呢五分鐘希望大家可以對呢五個嘅四個嘅範疇有多啲了解。咁但係咧呢、這個咁嘅圈咧，點解又有嗰五個domain咧？真係又要講五分鐘啦，可能。咁好簡單嚟講，就話就算我哋知道咗呢四個範疇有關，其實我哋都可以咧集中喺五方面去處理嗰個嘅問題，或者係 去改善，或者咧喺處理嗰個問題。咁咧就咁，所以咧係可以轉嘅。咩叫轉呢？簡單解釋嚟睇就，假如你同神嘅關係不和，導致某啲情緒問題出現，你可以靠意志靈性方面嗰個嘅向度去解決。可以透過家庭人際健康的方法去解決，其他都是一樣是這樣，就是說同一個範疇可以有五個方式來去處理。那你說哇，那是很複雜，那當然現在不是叫你 學足，好像即係遲啲可能咧，即係環球聖經公會，我喺度諗講下笑啊，遲啲出個 Apps 啊，打一個問題落去，跟住幫你轉，咁啊出現話你爸俾你聽用咩方法解決啦咁啊，又出啲 Apps 咁啊 ，OK， 好啦，咁啊講下笑啫，其實只不過去話俾大家聽，你可以用啲咁樣嘅層面去睇一個問題，同埋去幫佢嘅時候可以有多啲嘅向度。不會只是去要求他，你當然是犯了罪，你當然是即是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好像有一約伯記，大家明白嗎？明白，是不是？即是當然是有些事情得罪神，不是為什麼你那麼慘，即是不是為什麼你要受苦，即是有很多我們過去可能一直以來是有些某些的看法，現在是希望擴闊大家去看回原來屬靈有很多的向度，而處理的方式也都是很多元的。而這些方法都會在聖經的裡面，我可以找回那個原則出來，這個才是說是精勁的嘛。即是輔導講完之後未必可以告訴你聖經怎麼看，但我們嘗試從聖經的角度調轉看回聖經，其實都有講神人物我的，見不見到聖經都有講這五個domain的，只不過我們沒有很刻意將它歸納為這幾個範疇來去分析，來去做一個結論。好，那麼就講到這裡 又五分鐘了。OK， 好了，那麼有沒有大家即是還有些地方即是非問不可，那麼要進到下面我們那幾課了。OK， 好了，那麼大家不用緊張的，因為差不切不緊要，你可以即是向我們去索取。但是記住呢就不要轉載，因為可能我們遲些又會用來出版都不定的，還有呢不知頭不知路呢，即免得有誤會，因為裡面的解釋呢是純粹是我自己去做一個總結來的，所以呢就你書沒有的，所以才留到你們去到九點半而已，是不是？OK， 好了，我們先看看有三課不講的了，講了的了，不要又再講又侵了，講一些未講過的，講孤獨感。
孤獨感的重點在於 connection， 即是說當人去一個連接點，沒有一個連接，文章你這樣說，沒有一個連接就會出現孤獨感。但這個連接的問題在於什麼呢？可能是因為不和諧和衝突所導致的，所以需要復和，包括神和人。但是也可能是因為我們個人對個處境的評估有錯誤，所以帶來負面的情緒而自我抽離的。好啦，咁啊，簡單舉個例子啦。譬如我記得我以前咧讀神學之前啊，啱拍拖，拍咗拖就讀神，入咗神學院讀書。跟住咧入到去咧要住宿舍。咁啊，神學院話嘅規矩，每日只可以傾三分鐘電話。死咯，三分鐘點傾？你成日係咁樣噶？話冇咁慘啊！我間比較保守啲啊！我喺神學院裏邊拍拖噶嘛？啊，我講三個鐘都得啦 ，OK？ 我三分鐘喎、啊，哇，輪米咁啊，打電話一個電話嚇，仲要問個時間，9:30到10:30，哇，點打咧？咁我哋就諗方法啦，啊 ，physical 分離啊嘛，咁你心靈同埋 psychological 可以唔分離啊，有好多方法 connect 嘅、啊，咁我哋就交換日記啦、啊。一個禮拜睇一次，哇！不知幾浪漫，不知幾認識對方。啊，雖然 physical 分離，但係從來冇感到孤單喎。OK， 嗱，所以有時你諗翻喺個 connection 底下，其實有 physical 身體嘅抽離，亦都係有心理同埋靈性上邊嚇、啊，即係有幾個層面嘅。好啦，咁啊處理方法，我哋呢度咧就有兩個方面啦。第一就要認知，要評估翻啊，有冇有時我哋對個處境太過悲觀，錯誤的判斷，以致我們呢、就是、在認知層面那裡出現了問題，就錯誤判斷而帶來一些負面的感受呢，這個就叫我們正視回，我們要準確回評估回我們現在的處境，其實不是那麼孤單而已，神與我們 同在的。那你說我說就是的、啊、但這個就是你去學習敏鋭聖靈的臨在啦，咁、啊、我諗要學習一個嘅呢方面嘅操練，喺小事上邊去經歷佢。咁而喺人際關係嗰方面，就係話我哋有時面對抽離嘅時候，一個 connection 即係有孤單感啊。咁反而好多時候係需要大家要多啲去主動去關心人，去建立翻嗰個 social network 嘅。咁而呢個層面就係譬如即係講到就我哋去做義工啦、啊，去嘗試去付出去關心，其實係可以解決啊，或者嗰個減低嗰個孤單感嘅嗰個嘅感覺嘅。OK， 咁呢一個亦都係即係從嗰個個人嗰個嘅專注啊，進到轉化到社群嘅關心。咁呢個就係喺嗰個嘅孤獨感嘅處理方面咧，有一個咁樣嘅建議嘅嚇。咁、啊、所以咧就有我同神嗰方面啦，就係、是、我哋當我哋同神。即係我哋對神嘅認識啊、認知啊、應許相信嗰個方面咧，唔得即係唔對佢對嗰方面嘅認識不足啦、啊，咁亦都會產生認知嘅偏差嘅。咁而我同埋人嗰個關係上邊嘅 physical 嘅分離，其實係可以透過我哋再去重新投入翻個社群嘅裏邊，主動嘅服侍嚟去解決呢、這、一個即係、就是、disconnect 嘅問題嘅。OK， 假設大家睇嗰本書啦，有講到呢啲嘅術語啦、啊。如果你有唔明嘅，你可以再翻去再睇翻啲文章嘅。好，停一停，5分鐘啊，有我計好準時要放你哋走啊，9:30啊，所以我要好準確啊，即係好啦，有冇問題呢度？冇啊，5、4、3、2、1，下張。好，跟住到焦慮啦。呢課係第四課嘅。焦慮有一個嘅呢、這個講到，其實講到恐，即係都有講到提到恐懼。其實有恐懼唔係唔好嘅噃，係一種嘅即係保護嚟，自我保護嚟嘅。你有冇邊個見到蛇會驚啊？困住喺個籠度，梗係唔驚啦。你睇而家你腳下邊有條蛇，你驚唔驚啊？即刻縮啦，係咪啊？咁點解啊？驚有毒，驚俾佢咬啊嘛，係嘛？咁嗱，呢個係一個自然反應嚟嘅。但係一啲嘅情況就係話，如果嗰、那個睇得個問題太大嘅時候，咁、啊、咧就甚至過於個人可以承擔嘅，唔能夠客觀評估個環境咧，咁咧即係淨係專注個問題，而唔係專注解決嘅方法咧，就會產生唔同嘅焦慮嘅症狀。啊，呢、這個嗰本書嘅文章裏邊有提到嘅。
咁所以咧，另一方面就係我哋如果對神嘅認識同埋佢嘅應許都個愛誒對嘅信靠係唔夠深入嘅時候，我哋就喺焦慮嗰方面咧，可能都會容易產生嘅。其實大家即係我最近同即係啲一個嘅姊妹去傳福音，即係教會有個年青人啦。咁佢家姐信咗主啊，咁啊成日想個妹信，咁我就同佢講解釋翻咩叫信耶穌。大家知咩叫信耶穌啊？我最近先同網上都講提過，即係同啲討論啦。信耶穌唔係就係信耶穌一啲嘅事蹟嘅真實，唔係信佢呢啲嘅 fact 喺呢個世界上邊曾經呢個歷史出現過，甚至乎唔係你淨係去相信耶穌係神或者係100% 係神100% 係人，唔係淨係講緊呢樣嘢。而是讲什么？是讲信靠。你未认识耶稣的全部，你都愿意去信靠他，是一种委身的关系。所以呢，当什么叫信耶稣？是委身，委身。就不是我只是相信这些 fact。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如果我们对神是没有一个信靠的话，没有学习去信靠的话，焦虑就自然会很多时候会出现，因为我们定睛会放在其他的环境上面，或者其他的或者自我的能力上面多过在神的当中。好，所以呢就就有都是有两个层面啦。第一层面就是都要再重新去评估翻，究竟今天我们那个的认知方面有没有一个的即係正確的一個嘅即係譬如我哋對神嗰、那個即係同在啦，同埋咧佢應許咧，我哋認識夠唔夠深啦？有冇一個信靠佢嘅心啦？咁咧就特別咧係要回轉去尋求真平安嘅源頭喺神嗰度，培養我哋對神信靠嗰種嘅意志啊，喺小事上邊去敏鋭神嘅臨在。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的向导。意志的操练很多时候都是讲一个的属灵操练。什么叫属灵操练？不是只是单单我们读经灵修祈祷，那些都是重要，而是尝试在你生活的里面很微小的事情上面去学习一种常常愿意都是信靠和去信服一个这样的生活方式。这个是需要一个意志的锻炼，是从小事开始的。你不要想着到 大事的时候才 去找神、而是我们平时很小微小的时候我们常存感恩。其实这些为什么圣经有讲的，其实都是讲我们怎样去培养我们一种的对神那种的一种更深的信靠的一种的学习来的。好了，那就特别在你的个人生活和工作上面的应许。我们有时候寻求神的应许呢是很广阔的。神给你什么应许你？神很爱你，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呢又给你有永生，鬼不知道什么，是吧？但是你想想另一方面，我们有没有尝试寻求神在你生活里面的旨意，你在你工作岗位里面的旨意？你有没有问神有没有从在里面去寻求应许，以致你得力面对你现在的处境？这个是更加即是个人的，不是只是知道一些很外表的东西，即是基督教神又怎样去祝福你即是不是只是讲那些很外围的东西神很爱你，不是只是讲那些，而是你问一下，问问到你自己在工作或者在生命里面一些旨意的计划给你什么应许。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层面，特别是即是我们去在面对焦虑的时候我们就算个环境点转变，但我哋听到神嘅呼召，有啲都有神嘅俾我哋个人嘅应许，我哋就有啲相信佢嘅属性我哋就唔会咁容易因为环境嘅转变或者一啲嘅恶劣嘅逆境嘅里边咧，咁容易咧就有一种即系自己不能控制嘅焦虑感觉。OK， 好，跟住下一章，喂，罪疚感。罪疚感有两个源头，第一个源头是你自己自视过高就是咧，即系冇分清，太过要对自己的要求过高，以致到即系或者对自己的自我价值咧系唔能够肯定。
其實有時是一個自信心的問題，以及 自我形象不足的問題。亦都有些完美主義者都很容易會有這方面的問題，是因為覺得自己就是神了，自己就是標準，但是自己都達到都不能夠達到，那當然覺得不行了，而產生罪疚感或者羞恥感。但另一種源頭是真正的因為是得罪了神，是因為犯罪的緣故，而神藉著聖靈去責備我們而有的羞恥感或者是罪疚感。那要分清楚，究竟是你自視過高、要求過高而產生罪疚感，抑或是真的犯罪而導致。所以呢，在那個的處理方法上面呢，我們都很多時候都是從認知行為那方面去了解了，就是 分清楚究竟那件事情令到你有罪疚感，是因為我們犯罪，抑或是因為我們的要求、的標準定得太高，以致到自己達不到的時候，不能夠準確判斷自己的能力，以致到達不到某些要求而產生罪疚感或者羞恥感。所以其實有時人有罪疚感可以是正面的，如果人對罪完全是沒有羞恥感的，反而可能是神被人審判的結果來的。大家聽不聽得明白 即完全沒有羞恥感的，那你實慘啦，是不是無動於衷的對罪。其實有罪疚感的聖靈在我們當中，你應該感恩、應該值得。但是要怎樣勇於去面對，勇於回到神的面前，你有知罪的心，要知道神是去跟神和我那個神人，即是神和我那個向道去尋求回、即神的寬恕和釋放。所以這個都是一個意志的鍛鍊來的，你會不會常常都去敏鋭聖靈的提醒，而亦都願意去悔改，亦都願意去走在神的心意裡面，從小事開始，很微小的事情開始、我不知道你有什麼微小的事情需要去學習去鍛鍊這方面的操練、其實、姊妹弟兄都有很多不同的試探軟弱，這方面我們是要從很小的事情去鍛鍊。所以其實回轉頭都是什麼呢，都是我們一個的講緊都是一個屬靈操練來的。所以在意志、那個的層面上面、我所講的屬靈操練其實是五個範疇都是屬靈操練。大家記住、身體的健康是一個屬靈操練，即是你做運動， 你平衡生活作息，以神為中心去做你這些 去 keep fit， 為了保養自己的身體、聖靈的電屬靈操練、記住都是、所以不要只是想著在意志的層面才是，但是意志層面是很重要的。大家記得一開始我們第一課的時候有個圈，好像箭靶那個圈，有人問過這個問題，我就再解釋、有個箭嘴直指下去的、那個的中間的外圈裡的，直不插都插不到入去最大最入的，最入的是用虛線入的。為什麼呢？因為最後最入面那個是 will， 神不會改變你的自由意志的，你不願意神不會 push 你的，不會逼你的，那樣是你要你自己做抉擇的。所以你自己有抉擇，願意讓神的道去改變你的時候，這個才是神更新你的開始。所以你仍然你沒有 抉擇沒有行動的，你知道的有什麼用的、你知道神的道很 powerful， 那怎樣入不到去，你都不開放，你都不願意。所以大家聽過一些叫做、去趕鬼、他都有 will， 他都 未有完全願意去離開那些邪靈的，你趕什麼，沒得趕，等他真的願意先、即是完全願意先去幫他、好了，喂，越說越慢，所以又要去了。好，怒氣、憤怒，憤怒好還是不好、有好有不好的、我最近都有個經歷呢，很憤怒、令到我、即是關於一些，即是不講住了、總之很憤怒，憤怒完之後呢，我將個怒氣轉化寫了幾封投訴信、去到立法局、立法會、去幫我的學生去爭取一些福利、OK， 那啊，遲些有機會再講，那些不講住了、一個人對一些不公義的事情的發生
是会有愤怒，耶稣都愤怒啦，神都会愤怒啦，但怎样去控制，怎样去表达，就是一个正正是我们需要关心。所以耶稣说不要含怒到日落嘛，是吧，生气不要犯罪，我没有说你不可以生气，不过你怎样处理那个方法，怎样处理，几时处理，那样东西才是我们需要关心。但是另一方面也都我们要留意，就是说愤怒的表达呢可能是隐藏了一些其他负面的情绪的，譬如一个抑郁的人情绪很低落，可能是因为被别人伤害而产生极大的愤怒，不过无从表达，就归咎于自己的问题而情绪低落。大家听不听得明白 啊就是说他可能什么不出声的，成日忏苦喊佛，可能呢就是什么都没有动力去做，他没什么愤怒的发脾气，很 aggressive 的感觉的，但背后其实是愤怒来的，对一些东西的不满，不过他用了另一些方式去表达出来。所以其实可能是讲我们那个的即情绪的冰山，看到某些东西其实下面就还有一大嚿东西，很多的很复杂的。好，那么就愤怒的源头我们要认识啦，是究竟因为真正源于见到一些不义的事情引发你的易怒，抑或你自己个人标准过高或者不恰当，甚至有一些非理性的要求。大家有没有试过你早上去，例如在学校经常都兜口兜面见老师的，嗌声佢早晨，我睬都不睬你走了去。即究竟我都有想我怎么应该愤怒呢？其实有时可能他根本都未瞓醒，你叫他早晨，望下你，你讲咩啊？咁即系走咗佢。咁有时可能系自己即系一啲非理性嘅谂法，以为佢唔尊重你，系嘛？以为佢即系唔咩你啊？咁其实冇嘅，唔系嘅。所以你要准确去分析啊，即系去意识翻啦啊，究竟系嚟自乜嘢原因？咁意识愤怒咧，即系唔一定系外显嘅啊，可能系内在性嘅啊。我头先讲咗。即係個憤怒唔一定係好 aggressive 嘅，有啲係 implicit 嘅，即係唔係悶出聲，又笑口吟吟，係背後可能你知道你自己係有多 anger 喺裏邊嘅，啊，即係咁當然總，但係你要自己去了解自己啦，啊，即係咁而意志靈性嗰個層面就係話都係同樣咧，要確信神係公義啦。如果因為嗰樣嘢係不義，我哋都要確信神係公義，要將小事開始去學習去交託。咁同埋咧，喺即係唔好俾習慣地俾呢個憤怒去駕馭啦。OK， 同人傾得唔得嘅咧？得嘅，啊，得嘅，啊。意志的層面，但是這裡我們都沒有提到人際關係的層面的，因為你知道有時候越說越興的，是姊妹是啊，弟兄都是這樣，不說又是可，說完還興，是吧，越互相認同越完之後還興一點，啊，還不滿一點，okay？ 所以呢就這裡我們就沒有加下去，不是代表不行，不過就即係如果我哋能夠正視翻嗰個嘅原因嚇，咁咧即係我哋會反而可以容易啲去處理。好，跟住又快，真係講抑鬱啦。抑鬱咧個源頭係啊，唔係喎，呢個第幾課？第七課，誒唔該，跳咗係抑鬱。嗱，抑鬱咧係唔等同抑鬱症啦，啊，記住啦，啊，有抑鬱唔等同係抑鬱症。咁但係咧，亦都可能係某種情緒嘅外顯表現。頭先講嘅憤怒，可能係一個嘅即係其中一個背後嘅因素啦。咁甚至乎大家聽過啲叫 bipolar depression 咧，即係兩極嘅啊，好 high 嘅啊，即係話或者咧個人咧好即係好高漲嘅嚇，可以去到另一個極端嘅，但係調翻轉突然間又哇冧曬嘅嚇。咁所以唔好淨係單單佢話哎呀好情緒低落喎，又咩咁又。斷定佢係抑鬱症啊，咁但係記住咧，我哋唔係專家啊，我哋即係唔好去究竟去分析佢係咪抑鬱症，而係關心佢有抑鬱嘅情緒嘅時候，我哋點樣去關心佢？咁呢度都有三方面嘅關係嘅。咁我有幾方面特別咧，我要提翻，其實即係認知行為同埋意志都大同小異。
特別在小事上面意志那方面存著感恩的心、去一個鍛鍊，即不要只給一些負面的感受來去控制自己、但是身體健康這裡真的麻煩大家即認真去記住這件事。這個樣子不單止是我說，是很多有些醫生都是這樣說、他既然輔導這些抑鬱的，他做什麼？他跑步吧，每天為什麼？因為跑步有 endorphin， 即是那些安多芬，會興奮一點，舒暢一點。但其實這一種的方式，如果我們用神人物我的觀念來看，因為我們正視我們的正常的生活的規律， 當我們有正視這種規律的時候，其實是能夠幫到我們情緒的那個的問題。所以這個層面就是我們都需要去什麼去關心我們的生活作息，做運動是其中一個很好 的方式來的。那就為什麼沒有人際關係的向度呢？大家看過文章就知道了，有時講不未必得的、你又是越講越壞的。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跟抑鬱那些談他很喜歡跟你談的，談完又會再談，談完又再來找你談，談到你頂不住了，你就會去說、不要，你去見輔導了、你不要找我，我幫不到你了，都是、談完又談，談完又談、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即有時我們都要判斷是不是談就可以的呢？有時可能他背後只是想獲取人的認同，吸引人的注意而已、所以情緒方面我們都要有智慧、去處理、不是我基督徒很關心你、枕住喺半佢，系咁去一面倒咁样去认同去关心，咁但系其实背后可能有其他更加好嘅向度去帮佢。好，第八课创伤。咦，冇晒啲圈嘅喂？哦，大家化咗，大家已经即系睇到化咗，所以即系完全掌握啊，所以。好啦，隱藏咗 ，OK， 就係呢三個向度啦。啊，神人我，創傷有時候因為別人嘅緣故係有意或者無意帶俾人嘅傷害啦。咁有時會因為咁樣失去咗自尊啦，我哋對人嘅信任冇咗安全感啦。咁呢度係同我哋同人嘅關係有關啦。咁而自我形象都會受損啦。嗱、呢個係我哋睇唔到神喺、我哋生命裏邊嗰種嘅我哋嗰種嘅價值啦。那種的寶貴啦，也都去懷疑究竟神是不是慈愛，為什麼我會受這樣的傷害，看不到神的恩典和應許。那處理方法幾樣東西都有的、講一些少講一些啦、人際關係那裡我們需要彼此關心，受傷的我們需要去多一些去陪伴他、咁呢喺本書裏面嘅例子就係講性侵犯嘅、但係、我相信受創傷唔單止淨係性侵犯嘅，仲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被傷害嘅處境嘅。咁所以大家留意啦。咁而身體嘅健康又有關事嘅咧？點解？原來咧嗱，呢度係一個即係文章裏面有講，我哋要多啲有一個掌控嘅能力。那個控制的能力的建立，而在生活作息那個協調那種是一種能夠增強這個的控制能力的方法，從而能夠當中看到自己的價值的、這個就是從文章裡面給我們一些的 hints 來的、okay? 好，要分辨那個嚴重性啦、即是不要是不是都即是想著我跟他查完經就搞定了、有時你都要去懂得分辨，要適當的時候做轉介。耗盡講過了跟著那課、所以呢就不講了。那最後一課受苦，受苦就開心了、為什麼呢？什麼都有、全部都有了、好了，那呢快樂的源頭在哪裡？在神那裡，是人都知道的了、怎樣去得到？其實有幾方面的範疇，這裡就講了不是只是我知道就可以的，嘗試在生活當中啦，你在微小事情多些去感恩啦，順應個、那個的規律啦，生活的規律啦。其實呢、在
自然的啟示裏面，我們其實華人教會特別福音派的教會 對十架神學、對救贖的神學都很重視，對往往有時對自 自然神學比較忽略，即很少去對自然啟示那種的研究、特別創造神學、神的創造，神的創造給我們很多的體會的、大家有沒有，大家知不知道你一分鐘呼吸多少次呼吸、啊，不要試了，沒那麼多時間給你試的。 OK， 那你回去數一下啦、十零下而已、你知不知道狗呢每分鐘呼吸多少下，你有沒有養狗啊，回家、數一下啦，回去、幾十下的、你知不知道龜有多少下呢，龜你聽不到啊，數不到啊、兩下而已，一分鐘、你知不知道在道家嚟，你道家睇過一篇養生嘅文章，道家講佢哋觀察到龜係最長命嘅，因為呼吸慢。跟住到狗，唔係跟住到人，跟住到狗，狗就係咁嘻嘻呵呵，短命啲嘅，十零年就拜拜㗎啦，人啊多幾廿年。喂，呢個係咩定？係咪真理嚟嘅咧？自然定律，佢觀察到某啲真理啊，物極必反啊！道家講呢一樣嘢噶，中國人好有智慧嘅，不過淨係咁樣唔夠噶嘛，係咪？淨係知道個物嗰點啫，你要知道神噶嘛，有神嗰、那個範疇啊嘛。咁所以我哋多啲平衡咯，即係唔好話以為即係中國文化嗰啲同基督教嗰啲冇乜嫁接嗰個空間，唔係有好多噶。我哋梁院長梁家良院長，我哋見到嘅。神學生見到的出品，我們看到很多很多重要的觀點，可以看到中國人很多好好東西。不過留意回就是說，我們是可以在這個的自然規律裡面去明白到神的心意的，所以我們要關注我和物的關係。所以真正的快樂源頭是來自神，還有認識這個規律，就呢我們要尋求神自己，不是只是尋求祂的祝福，大家聽得明白嗎？今天你信耶穌尋求什麼的？你祈什麼？神祝福我啦，祝福我，那就跟這個浪子比喻的大兒子有什麼分別？大兒子最後跟爸爸說，你為什麼不分點給我，好讓我跟朋友吃喝玩樂、一起快樂、快樂的源頭嘛，有沒有這個爸爸在哪裡呢？我跟朋友而已，你回去看看，有沒有跟爸爸的？沒有跟爸爸的，好讓我和我的朋友 OK 尋求祝福是不夠的，我們尋求是尋求什麼？這個愛我們的父，我有就是你的啦、即是神這樣說，我的就是你的咯，你尋求我嘛，你尋求我的東西，你明白那個分別、那源頭就是指到神那裡。好了，所以受苦最後一章了，就是四方面都有的了、那就從幾方呢四方面去多啲體會啊，即係去睇翻真正嘅生命嘅滿足嘅源頭。身體健康啊好重要，嗰、個規律係好重要嘅啊，即係唔好意思講多少少。大家多唔多中意食自助餐啊？多唔多少中意打邊爐啊 ？BBQ 啊？我而家越嚟越覺得唔係好掂啊！點解？因為我受傷過。我曾經頸椎椎間盤褪咗出嚟，半身麻痹啊！嗰陣時神呼召我打排球，叫我去做排球，去考排球教練牌啊！神話我要用你啊！阿伯拉一百歲都生到仔，萬國都要因你得福啊！你去啦，我點去啊？喂，跟住只腳又跛埋啊！即係同啲老人家過馬路，佢快過我啊！但係嗰時候仲教緊波啊！神叫我去做呢一樣嘢，跟住我就同神講：神啊，我要被你使用，求你使用我，我願意去學習去關心我嘅身體，我將我排球恩賜，將我嘅身體去奉獻俾你，求你使用我。跟住神醫治翻我，我而家可以同翻啲大學生打波。我年紀唔輕噶啦。我仲可以跳翻跳到。差不多三米的，都接近三米的好了，這個是什麼情況？跟著自此之後，我就知道我的節制是一個屬靈操練，我的滿足不只是在吃自助餐
哇，好好和味，好食完之後，其實整個過程我會知道神俾我哋需要有節制，喺個節制裏邊得到滿足啊。約束其實係一種嘅咩啊？恩典嚟啊！試諗下冇約束嘅，去打波你中意點打都得，冇規矩嘅，打兩下走啦，係嘛？都唔好玩嘅，冇規矩。約束係咩啊？約束係一種一個恩典嚟，人需要喺個約束裏邊。所以整個心靈查經，我由第一堂到到而家都同大家講屬靈操練，屬靈操練，心靈關懷係一個屬靈操練嘅過程，去達至愛神愛人，同埋咧去更加去活出基督嘅樣式。好，有人走啦，停。OK， 好，有冇問題？係，如果冇問題咧，咁即係。交返個時間俾陣。